82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极乐世界，幸福国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噶玛巴语录》。我们传授灌顶与教授时，要经过严格的观察，尤其是现今这个时代里，有很多骗子，甚至有些人接近有名头的仁波切的面前，求他认证为某某仁波切的转世的。同样有人来找我，都说我是某某的什么什么大人物，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普通人。对于这些人要谨慎，不然自他都会毁灭，也会毁灭整个佛法。禅修是以心来修持，而为使一切无物趋入善好，首先我们必要具备清净之心。同时远离诸种妄念以及世俗娱乐之干扰，否则烦恼将会升起。希望经禅修而可开展的德行，将无法展露。修智慧也有一个魔，是最厉害的魔，称为真读的魔。很多人读了一点书，做了一点研究思维，得到了一点理解，就以为了不起的理论而骄慢。如有人执着自己是佛教徒，有了带烦恼的小聪明，就自赞毁他，固执己见，不学还好，有小聪明后反而烦恼更多，贪嗔痴更多，常识而不自知，这即是真毒的魔。
要遇到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纷争，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说，那个并不重要，重要是自己的态度。自己有没有保持关怀他人那一念善心？别人是黑的，我不用变成跟他一样黑，变成不好的，这是我总是提醒自己的。无论我们个人的生活或者利众的时候，遇到任何苦难时，要接受，要面对。我们要以自己所具足的经验与功德来面对烦恼。而且精勤利众是很重要，做任何事时首先要有心理准备，任何事都有正面与负面，所以不管发生任何事，我要面对，要发起如此之勇气来做的话，遇到任何苦难时就不会有问题。法教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克服我们因无明而从心中所升起的有害思想。一旦我们能修到一心不乱，我们的心既能与法教结合，而法教的力量亦将深植心中，它的利益是无与伦比的。外在的佛像一直坐在那里，是不会动的，会动的是我们的心。释迦牟尼佛现在不在这世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佛像和唐卡，只是在提醒我们佛的样子，真正能改变一切的是我们的心。恶友不仅是指哪个人，
更指其心狠手辣的动机。因此，我们应远离具备恶友的那个人。但我们也有和自己相当亲近的恶友，那就是我们心中的恶念、残忍的动机。如果我们无法远离恶念，那么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远离恶友。不伤害众生，直接或间接地利益众生，内心平和，具足这三点的人，才称得上是佛教徒。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事实上，痛苦它就已经发生了，它已经过去了，放下就好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非但没有把痛苦放下，还甚至不断在回忆，还想找回痛苦。如果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发现自己的身口意全都变成了只有痛苦，一丁点的快乐也都消失了。丧尸是谁？即使一位真正发愿为众生解脱痛苦的人，他清楚自己的愿力，生生世世不断重返世间，救度每一位众生，直至轮回空尽。菩提心起，他将自己的快乐分与他人，自愿承受他人痛苦的工作，甘之如饴。菩提心代表全然毫无保留地愿以己乐换他痛苦，以坚定的决心、信心和勇气为众生解脱和利益而付出。
达玛巴的祈愿。我祈愿，无论在黑暗世界中哪个角落，你都能成为那一道足够广大的光芒。我愿能够清楚看到你如繁星般闪耀各处，我愿你能成为你所在之处的光明，光耀世上所有的阴暗与痛苦。大悲心是每个人心中的功德特质。观音法门真正修持，并不是咒语仪轨的念诵，而是在于内心的转变，认识到一切众生都跟我们一样渴求快乐。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使我们的三门之行为让友情羡慕，也给予友情安乐，但我们却做不到。平常不知不觉显现恶劣的行为，也就是实践恶的意乐与行为，尤其是做有关佛法的事情时，似乎我们的行为更变得恶劣。虽然出发点是为佛法与众生，但逐渐会显现恶劣的行为，要改善这些行为是非常重要。六字大明咒关闭通往六道中再生之门，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及天神，而打开超越痛苦的机会。他为六尘就铺路，他净化恶业、恶习及罪障。只要想着六字大明咒，即可将无始以来所聚集的一切罪恶业障消除清净，可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善人，在善良的基础上修持佛法，才有可能成就其他法门。
如果不具备好的人品，修再多的佛法，有时只会让你变得更奇怪。伤害的源头是心，要止息身语的伤害，首先要让心极静调柔。若能了悟自性，这就是佛，不需要去他处寻觅佛。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能严法会，恭送能严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9月20日星期二至9月24日星期六，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日期9月25日星期日宴口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和尚主法，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孝亲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点灯供水护生暨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地点南投张善堂，南投市福兴里南岗3路97巷2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Thank you.
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